弹到个豆啊，真系无敌噶，大把位，仲有自家面包蛋挞啊！唉，终于要执啦，又少咗个蛇豆啦。点讲都好啦，都系后生嗰阵集体蛇王嘅回忆嚟噶嘛。中环打工仔蛇豆又少一个啦。位于史丹利街开业21年嘅弹岛咖啡饼店，因为租约期满，将会喺今个月18号结束营业。市场消息话，翠华会用月租大约40万承租而家史丹利街弹岛咖啡饼店嘅铺位。弹岛咖啡饼店可以话系第一代港式茶餐厅，以酥皮蛋挞最出名。而湾仔店更加系电影《月满轩尼斯》取景地之一。门前的对联更加用他的招牌咖啡和蛋挞来做题，弹到现在已经传到第二代了。由始创人杨展熙两个仔分别接手主理中环和湾仔分店，亦曾经作出不少改革。2008年金融海啸，中环弹到夜晚兼营小菜和火锅，但是现在火锅已经暂停了。虽然中环店就来结业，现时湾仔仍然有茶餐厅分店的，而坑口、雲景道和西灣河就仲有麵包店。